可以抽奖，还可以终生成为我的粉丝团的成员哦。成为成员之后呢，以后可以粉丝团弹幕就可以抽奖了。就是大家发弹幕啊，然后我经常会抽一些现金啊，还有小礼物送给大家，就用那个粉丝团弹幕抽奖。还有就是你们每天过了12点呢，在背包里面都可以领取免费的粉丝荧光棒，送出那个荧光棒就可以升级打卡你的粉丝勋章啦，就可以不用再送收费的礼物了，所以非常的划算哦，欢迎大家加入我的粉丝团。唱一首触电吧。触电，的那种感觉已慢慢出现，想要无时无刻有你陪伴我身边。触电的那种感觉有点点危险，什么方法爱你才会永远不蜕变？想要无时无刻有你陪伴我身边，触电的那种感觉有点点危险，什么方法爱你才会永远不蜕变？爱的魔力转圈圈，想你想到心花怒放，黑夜白天，可是我害怕爱情只是一瞬间，转眼会不见，我要慢慢冒险。爱的魔力转圈圈，思念想念笑容就在眼前，可是我害怕爱情只是一瞬间，转眼会不见，怎么克服危险？ Check it out one time。 触电的那种感觉已慢慢出现，想要无时无刻有你陪伴我身边，触电的那种感觉有点点危险，什么方法爱你才会永远不蜕变？欢迎大家来抽奖。哎呀，尴尬了。触电的那种感觉已慢慢出现，想要无时无刻有你陪在我身边，触电的那种感觉已慢慢危险，有什么方法爱你才会永不蜕变？有点累，有点 tired 的。触电的那种感觉已慢慢出现，想要无时无刻有你陪在我身边，触电的那种感觉有点点危险，什么方法爱你才会永远不蜕变？想要无时无刻有你陪伴我身边，触电的那种感觉有点点危险，什么方法爱你才会永远不蜕变？Hit somebody 中，祝你们中奖，直到你就中。但是我没有感觉，就不停的我感觉就充斥着眼泪，然后是不是直到你了？就这一只眼睛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谢谢大家的办卡，送出一张办卡就可以参与抽奖啦！抽的就是我刚刚拍照的这一台，拍照录像的这台手机哦，华为 Mate 20 Pro 256G 哦。我这个方言有毒，我的方言我不会，我方言的话我只会那个重庆话。爱的魔力转圈圈，想你想到心花怒放，黑夜白天，就是有点不是很明显的方言。应该不是眼药水的原因吧，但是我只有左眼是这样啊，其他眼睛说的好像我有好多眼睛一样，右眼就不是这样啊。你说这是为啥？噔
噔噔噔噔噔噔噔。这个延迟的原因，我之后在那个，哎，下了播我再看看吧，到底咋个回事？看个啥嘞？我想一下。谢谢大家的小慧点。侧脸吧，出生我还听什么？还想听什么？求好运，希望好运降临到你。